上布达拉宫了，票价100，这个地方海拔是3650米，天气比我们呈现暖和多了。今天我上了布达拉宫，这里海拔3600米，天气比我们没我们北京好。今天很累，感觉到累了吗？点点。哦，你身体不错。我也准备。爬得怎么样呢？你不觉得这天蓝的有点发黑了吗？各位哈，在任何地方只要看见老鼠了，恭喜各位要发财了哈！老鼠预示着什么？招财进宝的。你看到这个老鼠正在兔宝贝，看到没有？这叫兔宝鼠，兔吞兔的兔，兔宝鼠。那家里有老鼠看不好吧？对，我说的是在雪域高原哈。对，但是如果说您要拜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拜佛？双手合十哈，看到没有？双手合十，然后呢，这个什么拇指给它伸进去，哎，这个叫自私，这个叫自大。见到佛祖佛像哈，咱们怀着一个虔诚的心，这是最简单的嘛，是不是？不用各位干什么，把它收起来，是不要在那摇，不要在那摇啊，摇什么嘛摇，是不是？不要摇，您可以手不动。如果您觉得您需要鞠躬，你手要动，你的腰和头一起动嘛，能够这样呀，是不是？我去拿武器了，啊！救命啊！我们要去一个可以看到布达拉宫的咖啡厅，虽然今天已经近距离的看了布达拉宫。但是呢，因为在拉萨天气这么好，我看一看晴天下的布达拉宫的全貌实在是太可惜了，所以我们就要到了。到了，什么太熟悉，这地方了。花生，我要吃。感受一下这个土鸡子的味道。嗯。嗯。晒的后背挺舒服的。这个包的好处是它很美，但是不能放太多东西，一放东西多了以后就容易变成这样。这是西藏非常浪漫的餐厅。不过在这儿约会的男女一般都能写出情诗来。第一个，你打不打算给我写这情诗？第一句已经想好了。啊！是。在这儿。好像是奶茶的味道，还挺好喝的。但是说甜茶也可以有助那个缓解高反。我把书看的连书皮都没了。那是我来的地方吗？海海，后面藏着长暗影，有弦塞满鼻孔，祈祷一切平安顺意。
人字都写挺好。西藏很美，和我一样。第一次和网友上拉萨玩，人间值得。最好不相见，与此见者不相恋。最好不相知，与此见者不相思。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的度过一生？我放下我天地，却从未放下过你。我生命中的千山万水，任你一一告别。拿起我20厘米的大刀，开始切肉。梳了，你让这些，因为你梳了太多用机器。我这能洗头吗？洗都可以带着洗，我这一个星期。但是我觉得它必须编这么细的，是吗？不能编的粗一点。粗一点你喜欢吗？那三个编行吗？我们也就是你看一下，后面没有头，你看一下哦。啊，来，我你开始。买喜获紫色脏辫一头，感觉如何？那个给我弄脏辫的大姐编的老快了，还喜获了一盒小樱桃，非常好吃，比传统的樱桃要酸一点，但是我觉得酸酸甜甜的比较好吃，比单纯的甜好吃。今天打的第85个喷嚏。但为什么我吸完氧跟那个不吸氧没有任何的区别啊？真的没有什么区别。你坐这儿吧。明天是我们整天在拉萨的最后一天了，后天我们就坐飞机走了。后天早上，其实我感觉拉萨的话，其实玩一天就够了，稍微逛一下那个布达拉宫，然后逛一下它什么，那叫什么来着？金顶的那个大昭寺。大昭寺这次不去纳木错了，因为他们说，因为这两天下大雪，纳木错直接给封了，好多人到了那儿以后就。直接不让去了。这次我们还是挺幸运的，除了在林芝那天在车上坐了8个小时，其他的时候感觉还是非常的顺利。第一天我们在拉萨就下雪那天，在一个店里面遇见了一个看我视频的姑娘，她也是从林芝这么过来的。她说她那天也是正好在那个雪山，对，林芝去鲁朗的路上，因为跟我们是同一天，他们堵了4个小时以后放弃了，然后就往回开，结果又堵了4个小时，所以他们就没去成都了。虽然说就是4月林芝开桃花很美，但是觉得还是天气原因吧，还是建议大家6到8月来西藏会更好一些。最后我想说，我真的很想回家了。还借你的耳环吗？你可以把这根耳环放下。嘿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西藏的 nighttime routine。先来敷一个面膜好了，增氧面膜是 BR 的，然后其实它除了增氧以外呢，就是可以净化皮肤，就是一些污染啊，一些平时堆积的彩妆什么的，都可以把它就是当成一个很温和的清洁面膜来用吧。基本上就是补水，然后清洁，加上这种增氧，
其实增氧就是也是这个抗衰老的其中一种，我基本上从去年夏天开始用吧，能用完了不知道多少管了，然后我每次其实用的都挺厚的，虽然天空很蓝，但是土还挺大的，说实话每天都是一种灰头土脸的回到了酒店，大概就这样静静的等待10到15分钟吧。圆一个榛子吧。面膜其实哪都好，就是唯一一个就是没有那么好卸，所以一般呢我都会用毛巾蘸一点温水，或者那种就是洗脸巾蘸一点温水去这样擦。就感觉脸上会干净一些，会比刚才透亮一点，有吗？下一步就用这个 BR 的平衡焕肤露当爽肤水用，然后也可以平时就是定妆啊，或者说日常补水。然后因为我是旅行，所以带了一个小的，它分子就特别小，就瞬间就可以吸收。然后这儿长了一个痘，是好久好久以前长，一直没有发出来，然后可能来西藏以后有一点水土不服，然后就发出来了，不过这两天已经瘪了。在我的不懈的护肤之下，西藏就是它干的程度就不亚于北京最干最冷的那个冬天的感觉，就甚至会更干一些。所以这次我带的都是特别保湿的 Hourglass 这系列，其实名字就叫 EQ， 也是主打平衡的。反正我现在选一些护肤品都会选就是有这种平衡功能，把水和精华就融合在一起了。因为我是属于就是有的时候如果用的东西太过于滋润，可能会长闭口长痘，所以我就不敢用太厚或者太油的精华，所以这种就是精华水就非常适合我这种皮肤，就是又滋润然后又可以达到一个保湿的效果，然后同时不会长痘，因为它这个配方就是没有油的，把它就是涂在皮肤上面做一个简单的这种按摩，吸收超级快。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皮肤在这比较干吧，你看就是我刚拍了两下然后按摩两下就已经吸收了，所以我会再用一次。然后它是没有味道的，我比较喜欢这种没有什么味道的护肤品，我觉得比较安全一点。然后会脖子就这样子从下往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预防颈纹的手法。它头特别小，你就可以这样按摩到任何你想按的一些小的部位，比较细节的部位，然后会这样子按摩一下法令纹，还有眼线，然后还有这淋巴的这块，这真的很好用。按一按这个眉毛上面的地方，因为平时我们要做一些表情啊，然后还有经常看手机，这个部位眉毛上面的部位都会非常的僵硬，这块有一块肌肉，你可以自己去按摩一下， 你会发现这儿就跟你的肩颈一样非常的硬，然后你每天去这样按一按就会让它松解一些。这面霜呢是也是我新发现的，然后带到西藏，它其实是一个好像是法国的一个药剂师的品牌，就是有一点点厚的这种霜的质地，然后我觉得有一点点像 La Mer 的那个面霜，而且它俩都是主打那个修复的嘛。那我就把它这样在手上捂热了以后，它变成透明状，它按在皮肤上。然后这个面霜其实真的就是如果你是那种敏感肌或者就皮肤不太稳定，它真的是可以就帮你去做修复，然后也是建立皮肤屏障的一个很好的面霜。然后最后呢我会用眼霜，眼霜也是用 Hourglass 的这个，其实我一开始尝试了 Hourglass 这个眼霜，我就真的深深的种草了它这个护肤的系列。就这个眼霜是我用过质地非常非常神奇，而且就是滋润的效果，我觉得打败了我一直就是跟大家推荐的 La Prairie 的那个，好像是啫喱状的这种质地，可以拍出来吗？嗯，透明的。然后你觉得它好像有一点油在里面，但是呢它又没有这种特别厚重的感觉，我就把它轻轻的点在眼睛上。特别神奇的是你手指的温度在接触到这个眼霜到你的眼下的时候，它好像会瞬间的就融化一样，就很神奇的这种质地。然后我会这样做一些眼部的按摩，因为它是那种就是有一点点油润感但是又很好吸收，
所以特别适合做这种眼部的按摩。而且我觉得它对于消除这种干纹，不是真性皱纹啊，干纹是 很好的。就像你可能就是因为天气很干，然后你皮肤可能因为化妆啊或者说笑啊什么的会长一些干纹，就它可能你抹几天它就会变淡，会觉得眼下这个弹性会变得更好。逐渐脏化，这次来之前拿出了我认为非常适合西藏的一个外套，就是大概两年前吧，2018年的这个Eho，这腰带是 Nanushka 的皮的这种腰带。这次我只带了两条裤子，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只能继续穿这个。小妹耳环不一样哦，对，皮鞋同款。出发。出发，走。不是特别颜色在上面，你说是不是被骗了？没有，他能骗你？一万一百块钱。我们又返回了第一个我们拍照的地方，因为我发现我这边的耳环没了。幸好大早机智找回了那个在这儿拍照的照片，然后看见我就是跳的时候然后掉在地上了，然后打算在这儿找一下我现在要下去。怎么样，经过了半小时是吧，有一个多小时了，太好了，失而复得，厉害。怎么样，你把那张照片拿出来我跟大家看一下怎么找的。看这张，看得见吗？看吧。看得见吗？耶、yeah! ！开心，我再也不敢戴这个耳环跳了。好大呀，这歌好大。啊，没问题没问题，喜欢你喜欢你。喜欢你，不错，没事。喜欢你，不错不错。哇，
好多个呢，你这个你这已经是可以去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哪啊，真有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我试试。哎，两个。怎么样？还不错吧？不好。嗯。一般般。没有多少。不玩了，认输。还是你去争夺吉尼斯世界纪录。要不要给他献上一首《青藏高原》啊？亚拉索，那就是青藏。啊，缺氧了。啊啊啊！远，我唱的是一首歌吗？去吃面，奖励你一个泡面。走。几年没有吃方便面的我，在这儿把我的至高无上的权利献给你。我吃的东西。蛋力三倍是什么意思啊？感觉没有好吧？就这样不错了。啊，可以了，头开了一下。开了吗？开了。我尝尝，是不是水倒的有点少啊？不少，还挺好。嗯，后面还有。嗯。